下一首歌呢，就是刚刚提到之后很感动的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偶像的偶像》，是一首台语歌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我们班就是我们班特别跟学校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毕业旅行去绿岛，然后因为我们老师就是想要让我们班学生知道说，就是人权还有人权议题，还有怎么说，就是多认识台湾这片土地的感情，是对现在高中生来说更加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又一起去了绿岛毕业旅行。所以这首歌《偶像偶像》是有一天，《偶像偶像》就是下辈子的黑熊。就我们老师跟我，就是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，就他可能他很常这样讲，就很无聊，他就对他就说，如果他有下辈子的话，他想要去山上当黑熊，他想要就是打击那些想要破坏山林的人。所以我就那时候在绿岛前，那时候我们惜别之夜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们要唱一首歌给老师。然后那时候我在打篮球，然后球场边玩，我就写下这首歌的开头，叫做“我想被想这条歌，好，我来喝喝甘虾”。我不太会讲台语，但是唱的还算可以啦。对，然后就是在绿岛那天晚上，我们就吴慧娴说：“哎，老师以为表演完了，然后结果我们还要唱这首歌送给他。”然后这首歌是一个很珍贵的，一个很珍贵的感情，很珍贵的师生情。然后我觉得他也很像我的爸爸，所以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他。然后我也在2021年的那个年尾，把这首歌上传到了街身上，然后是一个很完整、很有温暖的、很温暖的版本。然后大家可以去细看它的歌词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故事。那承载我高中三年的一段故事，送给你们。好，谢谢聊天。
着上阮那站，伫遐的草地，爱甲伊用好听，甲阮的错错的片段。你讲咱是因为缘分来徛伫这。唱这首歌，然后我觉得他也跟我蛮有很深的感情。这首歌的歌词写到麦德里头卡，就是那是头卡还是头卡？头卡，头卡就地板嘛。因为那时候高一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躺在地板上，然后老师就在说，不要躺在地板上，很在意我们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就被讲，你也喜欢躺在地板上哦？你干嘛？他是三班的，我是十班的，对。然后还有写说，没有事情要记得读书，不然就最高60。他刚才对我们讲的，有时候很闹台，是哎，老师你就远远走过来，就我先没有看到你就先闻到你的烟味，这样他就说哎，最高60这样。然后还有我们一个老师建了一个生态池，这种马卡道生态池。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有学校了，然后我就跟老师在整理那个生态池，然后就说哎，那个外来种就是那个到处都能长，很好长，就叫草针。然后我就说哎，老师就是老师。底下的草针就是想不想要把那个里面那些外来种都清干净，跟我们的懒惰还有。就是爽爽跟比多懒惰还有那种随便的那种感态度丢掉，所以就这样写了这首歌。然后那天，然后记得那时候一天早上，那有写好，隔天早上跟我们班长说，哎、欸，我写的，你要不要看一下歌词？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老师会哭，哎，他就说不会啦，老师怎么会哭？结果他哭了，我去再把影片偷偷传给你们看，在我手机里。好了，没有啦，就是很感谢他，然后让我们有这么不一样的高中生活，就是。对，谢谢这位老师，我们给他鼓掌。